大家好，我是耶罗明，欢迎回来《星海争霸》高清重置版。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虫族章节呗。对，那上一集我们凯利根已经重获新生，那接下来就是要去这个亚梅利哥号。好吧，我们就来看凯利根。主宰最新力量最强大的丧尸已从虫蛹破茧而出，但他的可怕的力量仍未完整苏醒。凯利根现在必须找寻破解幽能特务束缚的方法，才能让力量不受限制。一旦成功，他就能率领主宰的部队击溃还浑然不觉的神族势力。闹钟，你在我沉睡的时候保护了我，我很感激。我希望你保持下去，好让我提升力量，协助虫群。我一直无法完整发挥自己的潜能，所以我想潜入人类的科学研究船，拿到他们终止的幽灵特务研究。要是你知道精神之月的操作细节，我被科学家乱搞过的脑袋就可以复原了。虽然你很得主宰的欢心，但最好记住，你终究只是个普人。你清楚，我们有个远大的计划，凯利根。难道你觉得你自己的想法会比主宰的意志来得重要吗？萨兹，别惹我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无论是你还是其他闹钟，都不能阻止我。让他去吧，萨兹。我暴露了他强大的心智，让虫群也能向他的勇猛奋起。不用担心他的计谋，因为他就和其他的闹钟一样，和我紧密相连。是的，没有虫族可以摆脱。好嘞，把凯利根带到超级电脑，凯利根必须活着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那我最致命的手下交给你了，他们可以帮助你完成任务。现在是怎样？我在听。好了，我出发了。有什么事，闹钟？这次发了已经授权的入侵行为，大胆的计划，我出发了。有人？你确定咱们是人吗？有什么事，闹钟？好了，大胆的计划，我出发了。请停止试射攻击。我出发了。好了，快去求救！有什么事，闹钟？我出发了。
现场虫。我出发了。别气我。好了。那我没杀。大胆的计谋，我出发了。我出发了。大胆的计谋，我出发了。大胆的计谋。出发了，大胆的计划。我出发了，大胆的计划。我出发了，好了，大胆的计划。我出发了。这些不容器我们一样会流血。好了，我出发了。现在是怎样？我出发了。听，我出发了。上吧，杀光这些畜生。我在听，我出发了。大胆的计划。好了，大胆的计划。我出发了。好了。大胆的计划。好了。我出发了。大胆的计划。我出发了。好了，大胆的计划。好了，现在是怎样？我在有什么事闹钟？我是大僧。有什么事闹钟？现在是怎样？有什么事闹钟？我出发了。
计划。有什么事，脑虫？好了，大胆的计划，我出发了。到了。出发了，启动传送立场。有什么事，脑虫？我们的部队在那攻击。现在是怎样？我在听。我出发了，好了，现在是怎样？大胆的计划，好了，大胆的计划，好了，大胆的计划，我出发了。好了，我出发了。大胆的计划，看来这一集还蛮迅速的，应该快完成了。大胆的计划，什么线当中？现在是怎样？老钟，我找到欧阳的记录了，你离开这里了。可以迅速了事，对，飞机真的是超快的啊，这种。好，那这集对就到这边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有什么想要看我玩的游戏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有机会的话我会去玩。那就谢谢观看，我们就下期见喽，大家拜拜。